字，请往台前移动。对，以耳响为主，以耳响为主。那个人生为你加油，加油站的站长，请往前移动。人生为你加油，太可爱呀！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要叫死的圣诞好，现在要准备，我们要准备开始了。等一下会有一个活动，所以大家先往台前移动，往台前移动，请各位往台前移动。而且放下你们的碗筷，对，放下你们的碗筷，立地成佛，往台前移动，是吗？立地成佛，对，差不多这样，这样就好了，太辛苦了。好，你在那边吧。好，请大家给我掌声。还有这样子的掌声，什么圣诞节？请大家给我掌声。他只有掌声没有尖叫的，请大家给我掌声。介绍一下，我叫庚环，跟着我就可以环游世界。星座是金城武刘德华的星座，这是要有点惊叫声啊！这个不逢场啊！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活动我们就卡在这个趴就好了。金城武刘德华的星座，还是2266，好了，那没关系。那我的 partner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我叫诚心啊。耶！帮他耶一下，他叫诚心嘛。叫诚心，诚心诚意的诚心，但是那个字不是那样写。对，就是很诚心的祝福你们。好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很开心，大家一起来这边吃吃喝喝，叫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连串很棒的活动。那首先有一个例行公事，我们还是要必须要先做的。对，那就是首先我们就要祝大家。圣诞节快乐！耶！叫掌声，加尖叫声！哎呀，活动没办法继续啦，掌声加尖叫声！好，差不多，这样就够了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哦，其实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棒的活动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岩纯佐的服装造型顾问。哦，岩纯佐。他今天不是要教他穿搭，他是要来教大家怎么玩游戏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新兵呢，他除了是服装造型顾问之外，没想到他也是一个游戏的大师哎。哇！好，没有很想他出来，游戏的大师哎。哇！好，而且他刚刚还热心帮大家订饮料哎。好，这个好像可以不用讲。好，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兵。那个后面的朋友们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一开始我要讲解我们的游戏的规则，跟那个要教大家做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漂亮的女生，有志愿者吗？谢谢，我有志愿者来。接着需要跟我玩剪刀石头布，我要讲解给大家听。你会玩吗？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大家都跟你很熟。对，我们今天呢要玩的破冰游戏呢叫做进化论。那对，有听过吗？大学团康应该蛮常有人会玩到的哦。就是我们有四种角色，第一个角色呢叫做小鸡，我们要蹲在地上。OK， 小鸡怎么叫？咕咕咕，那是母鸡呢。你 KTV 有讲过小鸡哔哔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规定小鸡叫做哔哔哔叫，哔哔叫。那这个要干嘛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呢我们剪刀石头布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变成公鸡，打它就可以这样子，咕咕咕咕，就是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这第二个阶段，那第三个阶段呢，叫做老鸡，就是你得慢一点，一个是鸡冠，那一只手是尾巴，然后找到跟你一样的去跟它筛选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最高了，就是神鸡，就是我们到外围去呢，然后比一个天使的符号，就是你已经通过了四关了，这种进化论。那待会呢，就是很简单的，小鸡只可以跟小鸡猜选。那如果呢，今天妹妹你先帮我演一下老鸡好了。老鸡怎么叫？老鸡好了好了，
站着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是公鸡，我是站着的，台头翅膀。那你演一下，然后我们相遇了。你是老鸡吗？对，我们不可以猜选，因为我们的级别不一样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公鸡，你哭，对我也是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输了，对。我就必须要变成小鸡，小鸡哔哔哔哔哔哔，再找到另外一只小鸡，那它就什么？老鸡，它就变成老鸡了，它就可以对去找另外一只老鸡，对，所以小鸡才可以跟小鸡猜选。好，然后输的要降级，对，输的要降级哦，降一级吗？降一级，对，就降一级。好，那目前还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可以。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小鸡怎么叫？哔哔哔哔哔哔，你要找到跟你一样的。公鸡怎么叫？比较有活力的。老鸡怎么叫？负责咳嗽就好，非常好。然后神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到外面。那我们要抓最后三个。对，我们要抓最后三个在里面的。小鸡猜输，你还是小鸡，你赶快再找下一个。对，错的人就找下一个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大家可以了解哦，有多少可以玩呢？我们全部都来前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有一些人还是不太清楚规则，没有关系，待会玩了就知道了。好，那妹妹你可以，对，可以了。好，啊，我一小组有一点热门一点的音乐吗？我想要开始了。好，大家靠近一点哦。大家靠近一点哦。那可以配合我，大家先蹲下来吗？哔哔哔哔，小鸡怎么叫？哔哔叫的嘞。那我们游戏开始。前面来，我们英雄式的决斗让大家知道。